哎，我不知道卡里米也冠军。好棒，有西瓜可以吃哎。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，什么疑问？想要问教练一个问题。好，西瓜跟棒球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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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有三位同学要来进行吃西瓜大食神比赛。就我们这个啊，国一的，刚升国一的这位，你真的敢来啊？啊，你食量够大吗？ 结果他后面没有半个球员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下注了，现在只是随便排而已啦。来叫什么名字报上大名？张定峰。你用这样，我叫好。那你们三个人在这球队当中各自担任什么样的这个守备位置？打一下。废话，哪一个位置啊？外野。外野，左外野还是右外野啊？左外野啊？为什么会被拍到左外野去啊？ 对呀，因为那边球不加少，是不是？你在拍不上用场。看他主人要吵啊！哎，但是我觉得捕手最恐怖哎。对呀，捕手有没有被打过不该打的地方？很少，很少啊，都会有保护是吗？现在我们每个人要选择一个下注的，我们这位教练已经率先压了小朋友，待会只要压错就青蛙跳20下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以为不吃西瓜就没事，下注开始，请选择。啊，这教练压他，哎呀。 你看，你要好好的为他争口气。哎，又一位来压你了，你看，哎，工作，哎呦，制作群也来压你，太感人了，加油啊，好不好？有三位压你啊，好不好？我只能说你他们疯了，但是你还是要努力。OK， 那我们书一经一声令下，请各位立刻进行我们大师神，而且再不吃苍蝇就要来了。预备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，青蛙跳哎，加油。 加油！我们在限时之内看哪一组吃的最多。加油！好像榨汁机一样。哎，我们教练，你在做西瓜汁啊？桌子都湿了。好像榨汁机一样，他把肉吃掉，然后汤都流出来。真的耶！现在他化成一只果汁机，果汁机鬼上身。不会吧？这个哇，他真的是在榨西瓜汁。 好，放着放着，好。三年之内不敢吃西瓜。弟弟还好吗？弟弟，你脸都变形了。知道哭了。太感动了，桌上的这个台面上的成绩，我们很明显是我们打击教练的一马当先。对的，赢的。那其他的刚刚有压他们的那六位，来来来，请到那边空旷的场地，来来来来来，20下啊，预备，青蛙跳，预备。 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还在那边偷吃啊，干什么？今天我们这个万华国中玩得很愉快啊，希望你们将来成功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一个乐翻天，准备喽！来，教练，来来来，帅哥教练，我们教练没有女朋友，观众可以来跟他报名哈。万华国中，来，记得写信来哦。对，校园乐翻天。